你好像骂完哦，超多人的，跟着人排队就是对的，好丰盛哦，来哦，小心哦，小心哦，这边请哦，这不会啦，这不会啦，哎、欸，你比较像他爸爸哎、欸，已经融入这叔叔们了，完全不去我们那一桌，是吗？跟屏东比，屏东人，屏东比较不一样，屏东真的。哇塞，看起来很赞呢！你吃什么？它、啊、怎样？它的酱料就是用肉眼的酱料，粉色的跟这个蒜蓉酱，超好吃的，是跟一般的外粉不太一样。嗯，我觉得它辣很辣哎、欸，我才沾到一点点就觉得它的辣椒很香。我刚才看到每一个人的桌上都有超多的这种香肠，那我们就跟风点了。高粱味超重的，你有爱高粱味的吗？我爱。如果老人家是喜欢这种高粱的香肠，香肠好喝吗？哈哈，这一碗好吃吗？你们这一桌也算是大食怪了，还好吧？今天我们客气掉哎，今天这样客气。另外一桌大食怪。我们在屋弄，结果车车竟然不在，我们还是要来支持一下，来点起来哦。你是什么系的？蛋黄酥系，在对面。没有几个人，我是可以先排一下。我跟你讲，没有几个人，但是因为他是可能三个小时后才开。那我们真的吃腻了因为吕老师，我们的爸爸常常就带两三盒回来，我们真的不需要排队。对，因为他的学生是彰化人，都会排给我们吃。我喝的是杏仁冻冬面，我叫无糖。那个杏仁冻就真的跟车车讲的一样它就是真的很像豆腐，超级嫩，就是完全是碎掉、化掉、薄皮的那种。所以是好喝的。好喝的啊，可以来你喝的是什么？为什么你的料那么多啊？粉、跟椰、四季春，就是粉、圆、珍珠、椰果，然后我又自己加了杏仁。也太多了吧？你刚不是刚吃饱吗？它就是我喜欢喝的那种，很像五十兰的一号，就是很多料。对，然后又加上它有这种杏仁冻，我觉得蛮香的。是不是那个豆腐直接嫩掉化掉的那种 ？Ariel 就是有来喝，他们做这个杏仁冻做到五十间，不是开五十间，是酸痛的五十间。阿玲很冷，阿玲穿上外套一下。好的，小穿的外套。我们到哪里？大家准备要进摸乳巷了哦！来，我们要进入摸乳巷的部分。轩逃过一劫，轩不敢来这里。我们轻而易举。轻而易举吗？你是斜的走有点压迫感。后面的朋友，大家还好吗？阿玲卡住了吧？进香团的朋友，他们这里也有这种车观光的车。我想要租一台。不是啊，我们之前不是未来车吗？这个我们不用吧？所以彰化也需要加油，因为未来彰化鹿港找直接加油。哥哥，妹妹来找你了，什么意思？哇，吃个鲷鱼烧这样给我转圈呐、啊！漂亮。我觉得四十块好像偏小贵，对，但蛮大只的，但是是好吃的。我要看你的外套，很 fashion。外套破坑。你们一家四口你看阿玲牵着你儿子是阿玲还在爱我吧。小车最喜欢看的镜头来了，当他遇到了，拜拜。妮妮看到龙须糖马上又跑过来了，什么好吃？你还没有吃你都看到招牌，觉得很好吃吗？真的是龙须糖爱好者他很夸张对啊，他每看到龙须糖就会停下。对，他刚直接丢下小孩鹿港老街好多人超多人我已经没有看到很多人这样出现过了。前面超多人这个东华面茶，你是不是有查到？我在 IG 看到很多人对，很多人。可是他现在在卖什么啊？是面茶冰的样子。可是现在很冷可以先略过。那边好多东西你有做功课吗？刚刚我看吴亦馨的 Google， 有一个人评论，他说身为一个道道地地的鹿港人，对于慕名而来吃吴亦馨蚵仔煎的人快转感到深深的抱歉。愧对于我们要说好的来三姐妹。所以三姐妹是厉害的，虽然我看了一下三姐妹是 OK 的。
好 ，Go！ 去三姐妹，三姐妹。我们信你一次、哦。我们信你一次哦，你最好是不要让我们失望哦。哈哈哈哈哈。你们馒头好吃吗？介绍一下，你觉得怎么样？不能说谎，所以是真的好吃的。然后我们先相信，我们等下吃吃看。现在就幸运来了，我们都正常稳定。哎，我发现它的鹅肝是那种很浓稠的那个颜色，不是那种很清的，就是没有加任何的水的那种蛤蟆汤。但是我觉得是浓的，但是好像没有特别鲜哎，对不对？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喝那种清清的感觉。我们点的是这个综合煎，有蚵仔跟虾仁，三姐妹的综合煎。它好特别吧？它是综合煎。它、啊、好吃吗？就一般啦。我吃到的米蛮卡的，它的虾的部分很好吃，排风也过关了、啊。但是好像在这里，蚵仔煎好像就是差不多这个味道。到米可白这里买饼了，我们真的很爱吃这种传统的东西耶。是这种绿豆碰吗？还是这个？你要吃酸梅哦。对。进香团的朋友往这边走。我来进去位，然后来，你请刹车，刹车，刹车，往这边，往这边。可以任选七样，200，超便宜的。我们买了200，还送了旁边的这个北藤贵兑换券。北藤贵就在这里排队。先买个花生，很像麻吉，跟台南的不太一样。台南比较好吃，它的那个粉我不喜欢，因为它是颗粒的。它是麻吉粉的，没错。好哦，没关系，他送的我们就不用讲。200块，看一下它的分量，它什么都有哎。我们点了霸王虾吼、花枝、一口蟹、龙珠之类的，大概七样，很香哎。看妹妹，好不好吃？虾吼好像没有那么柔，但是它花枝很 Q， 很好吃哎。那个蟹可能高雄的比较重口味是我的菜，这个比较清淡。来到台北的朋友，我们要继续吃，继续逛咯，再见，下次见。我要买米德了，太酷了。等一下，我们回来买那个米德了，它是热的，它这样一勾一勾的，然后那个老板娘有交代不要拉比较好吃，超热腾腾的。哦，好香哦，好像小时候吃的那个婴儿副食品哦。不要皱眉头，就很像我们上次在嘉义那个、啊 oh. 豆花那个面茶、啊、其实很香很香，你们等一下吃吃看。我觉得这个我喜欢，喜欢那种老人的东西。你有没有吃过这个？是不是蛮特别的？好像还不错，就甜甜的，而且蛮养生的感觉，很像五谷粉的味道。小心啊，那很烫。芝麻，然后有点面粉的感觉。对啊，很这个好好吃哦。这样30元很便宜。对啊。哎，等一下，我的玻尿酸会不会没？再补一点，再补一点。哎，该补了，医生有干爹要那个吗？赞助的来。要拍照吗？好。来来来，请来这边，往这边排队。怎么那么可爱？咪咪瑞咪，咪嗦咪瑞咪，哆哆瑞咪嗦咪，瑞瑞哆瑞。谢谢这两个钓鱼的大哥救了我一命，他为了要看大哥钓鱼就从我的背上跳下来。妹妹你也在赏鱼吗？我觉得彰化很多东西都要排队很长。对，我们以为就是彰化可能没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对啊，凭什么？没有看到的。整个鹿港满满的人，而且这个很像就是很有名的包子，我好像没有吃过啊。他很聪明，他这个热的排右边，冷冻的排左边，应该很方便，让人家拿了就走。我们为了不要等，我们就买冷冻的。没有冷冻也是要等，所以我们各排一个，然后看谁先到。好，太可以。结果我们只买了两颗，要去车上吃咯。来，请试吃。哎，我真的觉得很好笑，你知道每个人出来啊，都是一箱、两箱、20颗、50颗，然后我们排那么久，买两颗。是20分钟吗？有。然后买了两颗，什么意思？我
只吃到皮，只吃到皮我就觉得好像不错。哎、欸，后面的朋友尝试看看，后面的朋友，来讲口感哦。哎、欸，我觉得买两颗不够，很好吃。完蛋了，我们跟朋友那么久，只买两颗。哎、欸，哥哥怎么样？真的好、哦。啊，有需要再去排六颗吗？需要啊，你自己去排哦。再去排。啊，正正正。啊，你要说赞呢？很夸张哎，彰化真的一整天都在排队耶。对，而且好冷哦，温差也太大了吧。现在是冬天吧？哎、欸，昨天跟今天的温度差了十度。现在大概只有十度吧？没有，是19。然后我们来吃控肉饭喽，是小芳推荐的控肉饭，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吃？哇，他们全部来了，肥肉跟瘦肉。哥哥，你说你要吃什么？蛋汤哦。蒸蛋汤，这好像就是高雄那种肥的肥的，那很特别，它是这样直接串起来。我们在嘉义好像不是这样吃，那嘉义就是一块薄薄的，然后这个超厚，出事了，这跟胡椒太多孔，出事了。怎么样？怎么样？哎，有够好吃，我好想再吃一碗哦。它的饭超粒粒分明，是我的饭。它那个肉看起来就是又嫩又肥又好吃哎，入口即化，然后。不会腻，放进去的话要，而且不会肥腻那种。你看，同时间外面都还在大排队。那个油香也好香哦。那你吃什么？我吃菜。这个我吃菜。哥哥，你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个是芋头排骨汤。怎么样？怎么样？芋头很软嫩，很绵，有入味，然后汤是好的，它很像排骨酥，它就是软软的。好吃吗？而且你很棒哎，来吃蒸蛋、鸟蛋、青菜哦。今天好像吃蛮多东西的哦。我觉得阿彰好好吃哦，好饱哦。阿彰可以快来嘉义吗？哎、欸，我们来彰化好像一直在吃。对啊，哎、欸，我真的没有想过彰化会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哎。真的，而且阿彰真的好好吃。其实很多人推荐我们很多那个控肉饭，还是大家有什么再推荐我们再来吃别家控肉饭？对，我觉得我们下次可以就是来彰化再吃爆一次什么蛋黄酥类的啊，然后肉包啊，然后控肉饭啊，肉圆类，很多很多东西耶！我们下次再来彰化，要再来吃，要再来，对，他会掉下去。来，大家来，全部。给我不要失控，一起跟大家说拜拜。拜拜，下雨了，快点跑啊！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订阅。Yeah!